咁啊，今日就做咗一个简单嘅观察练习啦。咁我第一次咧就系用翻自己惯常嘅习惯去画画嘅，望住棵植物，见到咩我就画啲乜嘢。咁而第二次咧就用唔同嘅方法，直接净系望住个植物，而唔望住个画纸去画。咁我就会更加留意到，哦，原来嗰个叶佢折埋咗。那個角度是不同的，葉上面的圓形，我就會加用力去畫，令到它整個線條圓一點。樣很開心，就是發現到雨水侵蝕剩下葉物的樹葉啦。咁咁啱今天陽光也很好，所以就嘗試照住它的影去畫畫。之后咧就尝试去就记住嗰块叶佢每一个细节啦，记完之后咧就唔望住嗰块叶，直接将啲我头先记低嘅树叶画低落嚟。但系好明显佢嘅细节系同我第一次照住嚟画系少咗嘅。会发觉原来自己睇嘅嘢咧系真系好少。當然呢個觀察唔係一下子就做到嘅，係要經過刻意嘅嘗試，係啊，即係提醒自己用唔同嘅角度去望同一件事啦，或者用唔同嘅心情去望咧，其實都可以發掘到唔同嘅畫面嘅。之前咧，我家姐就搬咗我翻嚟屋企住啦，咁之後搬咗嚟翻屋企住之後咧，屋企就成日嗌交，咁所以咧我就決定咗自己決定咗坐喺个厅度同陪阿妈倾偈啦，即系发现咗陪佢多咗之后咧，佢心情又靓咗，咁所以其实呢啲少少嘅可能转变，其实都会令到自己观察多咗。我觉得美感其实系一件无形嘅嘢嚟嘅，睇同一件事用咗唔同嘅角度，发现咗当中自己值得欣赏嘅地方，即系例如好似头先嗰块叶咁样，可能我会谂起佢喺呢个地方已经好耐。所以佢先會剩翻佢嘅框。我覺得呢嚿碎嘅流逝亦都好美啦，亦都可以係平時我見到我屋企人為咗屋企而努力，我都覺得呢樣嘢好靚。所以其實美感唔一定係自己，唔一定係一個具象嘅嘢，可以係自己一種感受嚟嘅。